父王，父亲，爹，曹父王了。父亲，爹，你个逆子！恩情圣上准许，成回国公府居住。国公，嫡系多年孙子。嗯，你能有此孝心甚好。哎，方才听定妃说起旧事，言必称国公或国公爷，却不称其为父亲，不知是何缘故。严夫人乃不孝子生母，因忧思故。然而，去不到三月，国公爷便已去行。孽障！ 胡说八道什么！能生出个孽障来，你也不是什么。你，娶个续弦，竟没怀胎。七月产女，竟也没落下什么骨子上。一母都看不见，真是犯了天了！你这个玩意儿，老子都不想要。那臭婆娘，算个鸟！逆子！哎，怎么着？还想在我面前逞老子威风？想要让我对你尽孝，不如把我当做逆子。 薛远的老王八呀，是真能！我用定国公府的名义在青龙包了计，还故意不去给薛夫人请安。结果那追债的人都追上门了，他薛远硬是连半句重话都没说。明日我入宫去，替你上奏领情。也薛定妃临危不惧，忠心护国，特赐黄金百两，金器十件。薛，圣上隆恩。 圣上到底是圣上，这谁忠谁奸，看的是真脸。昨天晚上，你又去哪里胡闹？自然是和花姐去了。薛定妃，你可以不要脸，要犯了薛家的名声。既然您觉得我姓薛这么麻烦，要不我直接改姓严？混账东西！你竟敢如此忤逆父亲，你难道不懂长幼尊卑吗？啊！薛定妃，你竟敢拿我叶儿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 一个外室生的庶人，怎么能有胆子这么跟嫡长兄说话？那我今天便要教教你何为长幼。何为尊贵？你个孽障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是薛家之主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竟和我读的是圣上，竟敢出手打我！你别忘了，我是圣上亲封的重要校尉。 小小校尉，就算出将入相，若想在我薛府造孽，你疼死我了！哎呦喂！哎呀！疼死我了！父亲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大人了，定国公大人了，圣上，您可一定要替朕做主啊，圣上。 定国公，他打我，圣上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定国公怎么下如此狠手？他不仅不把圣上对我的恩宠，说圣上早就忘了当年他对圣上的扶持拥立之恩了。一个扶持拥立之恩，好一个救父！我闯了太后宠幸，又是圣上的舅父。可惜血脉姻亲，还有那二十年前说不清道不明的军功。当年永义侯率领的可是三万军队。 那定国公只领了5000兵马，就算平南王的大批兵力是在东边抗衡燕家军去了，但定国公得有多英勇善战，才会得了第一个破城的首功啊！经历了通州之事，朕觉得他除了打儿子有些手段，可不像是有那些本事的。